干嘛？开门！你在干什么？你说门干嘛？那说门也不行啊。我少问你一下，你昨天晚上干嘛了？哪么干嘛了？你是没回来？没回来呗。啥嘞？你又一点事儿都不给我是吧？你们看我快卡睡的，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回头说？不能呀，我就要你立马说。说啥？给我个交代啊！交代？我想哪给你找交代？你用交代展示吗？别装傻了哈！俺伙计哈去了，在他家哈的哈多了，就在他家哈到半宿，在他家睡三个小时，天亮了才回来的嘛。你为什么不报备呢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没接呢？不是，你是谁呀？干点什么要上去得报备？我这好男人还需要报备吗？你说我是谁？哪么还我是谁？我是谁取决于这一夜来我是谁。你是一朵可爱的小花，玫瑰花。刘晓东，我觉得这俩分手吧，分手吧。哪么啦？四度以上上的伙计就租去吧，你不爱整点睡觉吗？偶尔的，那么一年有一次两次的，不很正常？正常吗？我上一次我就跟你说过这个事儿的严重性了，你又这样。我会卡睡的，你别说了呢。你不真的伙计就睡了吗？怎么还卡睡啊？就是两三个小时，他能不卡睡？你绝对不光真的伙计姐。我不在伙计姐晚上那儿。你这个人哈，写这外太空。你写这就叫人不信任，你知道吗？信任是双方的，我信任你，你也应该信任我。你信任我？你为什么信任我？因为我从来不出去，我晚上从来不出去吃饭，所以你信任我。我也没有让你不信任的地方。你别闹了，每天都在找我茬儿。分手吧。跟你演戏真的很厉害。我说紧的分手吧。分手你想哪儿？我也想哪儿，想哪儿不用你管。哎呀，那都没地儿去啊！我哪么没地儿去？我有的事儿地方去。都没人跟你一块儿拍视频了，你就饿死了，没人给你煮饭吃了，没人陪你笑了。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有很重要的一点你可能不知道，如果真来分手的话，我的播放量会更高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问我的分尸就行了，还为什么？你一说那分尸都不稀罕我呗。没一个喜欢你的，不这样的人设，这不是你给我建立的吗？我根本就没给你建立，是你直接就是这样的人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他生活中有很多更过分的事儿，根本就没来得及拍戏来。哎呀，别闹了啊！那分手吧，你看看你想让我什么时候滚出去，我什么时候就滚，我也不赖在这儿，因为我根本就不差你这么个地方。你不要以为在住你的房子，哎呀，你就成大爷了，想撵我就撵我。这么漂亮的人，哪好意思让你滚？有关也得我管啊，我管出去行不行？不干啊，我不干，在那家我能干，让你管。哎呀，大梅呀、啊，别闹了，我给你道歉，保证下次这没有下次了，行不行？又给我气个胃疼，我给你买胃疼药。不用你买，给你弄点开水烫烫就好了。分手行了，也没个说你好的人。一开始是俺家里人没人说你好的，哎，后来闺蜜也不说你好，一寻思一看我拍的视频，啥分尸也没有说你好的。哎呀，闹呢！行，我引串了，我给你道歉了，还不行啊？我觉得我这表我也不能表蹭，你怎么不当我懂事？我还一次一次原谅你吧。你这话是咋的呢？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写这我心上做过哪一点好事儿？好事儿你说出来，你直接能说出来，我今天我就服你。今天我就抵我刚才说的话跟你道歉。那说四天四夜也说不完、啊。你现在先说一件儿。大梅，你人好，我人不好，一件都说不出来。你人好，我人不好，行不行？我配不上你，委屈你了，俺能都气你个胃疼。啊，不说了，我赶紧给你冲水下啊。我这次真的上火了，朋友们，气得我胃都疼了。我真的特别讨厌。男人出去耍，一点事儿不给家来的人儿，一点尊重都没有啊！你看我要跟他拉倒吧，他就立马扫一我，还说给我烧水哈，一转头就睡着了。起来，你别弄那个卡睡了，滚起来来，起不来了。我属山上，立马给我起来来，要不
有别整点就拉倒行了，我就走行了。起来，等我睡醒了，一直给你和成霜，我真扛不住了。他这要是岁数小的话，我岁数比他大，陪他长大，我觉得还可以勉勉强强考虑一下吧。导演也不能这么干。但是你岁数都这么大了，你还跟个孩子似的，上一出是一出，而且老是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那都说我磨磨唧唧的，要拉倒就狗拉倒。这个事儿没掏自己心上紧的，说话容易，但是紧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真的很难办。有一句话叫做什么"剪不断，理还乱"，真的很纠结。我跟这个人毕竟已经住了2年多了，我这换一个人，我就能保证这个人肯定很好吗？肯定拿我很好，各方面都能做到面面俱到吗？我不能保证。那说说，这次我应该原谅他吗？又不能给我介绍个对象吧？介绍个本地的。